各位大德新年快乐，每个人都在追求快乐，但是快乐来自于帮助别人快乐，帮助其他生命快乐，所以我们新的一年各位要多发愿，如何去帮助别人，如何去帮助所有众生。但是一个不快乐的人也没办法给别人快乐，所以自己也要快乐，不要生气，不要欲望，不要嫉妒，不要骄傲，多微笑，多讲好听的话。你有快乐了，你就有魅力去影响别人，看到你都觉得很快乐。所以希望大家像一朵新鲜漂亮的花，不但不执着，给别人柔软，给别人快乐，眼睛看到别人要笑，嘴巴称赞别人，耳朵聆听对方，用手去帮助对方。就像我们佛教徒眼睛变观音的眼睛救苦救难，手变观音的手帮助别人，心变大慈悲心。也愿大家永远快乐，阿弥陀佛。